来呢，马上我们就进行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。好，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倒数：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这五种颜色的水呢，代表五大洲的佳丽将在1月19号齐聚澎湖湾，电动澎湖湾，让世界各地可以看见澎湖的完整美。感谢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朋友们今天的莅临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请长官呢先上。